范冰冰出道21年，越来越漂亮。最近被网友曝光一系列随手拍的照片，有的失焦，有的光线很差，有的还由下往上用迷之角度拍。唯一不变的是范冰冰的美貌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拍起来都很美。只能感慨一句，明星就是明星啊，真的美女绝对不是照片，照片糊成这样都好看。反而那些网红照片大多数都很美，但真人却很幻灭。到底来说，明星和网红颜值就是不一样。要是普通人被抓拍，还不找角度，也不 PS， 都不知道卷成什么样了。网友们看到照片纷纷评论，他的颜我是服的，别说抓拍了，马赛克都挡不住这份美。